10月21日，李小鹏在微博上晒出女儿奥利与弟弟的合照，并喷文：“姐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”照片中，奥利与弟弟同样摆出强壮的姿势，校对镜头，姐弟两个十分可爱。网友纷纷留言：“两姐弟颜值都很高啊，弟弟和姐姐长得一样，像缩小版的奥利。”前不久是李小鹏的妻子李安琪的30岁生日，李小鹏在16日晒出和妻子一起庆祝生日的合照，并配文：“生日快乐，安住了。”时光如爱，照片中李安琪嘟着嘴唇亲吻蛋糕上的蜡烛，李小鹏站在妻子身后，满脸笑容吻在妻子的后脑勺上，蛋糕上面写着 I love Angela by 小鹏，看来是老公特意给妻子定制的，两人已经结婚8年了，还是这么的恩爱，真的是很让人羡慕了。之前李小鹏曾在微博表示，父母的陪伴是对小孩最好的照顾，而李小鹏及老婆也一直在微博上晒出一家人一起活动的照片，微博上基本上都是儿女的近况分享，也让一些奥利的粉丝也经常看到他的动态。虽然李小鹏没有再让奥利再上什么节目，但这也是对孩子的保护。